没想到中了洗髓钉还这么风度翩翩，长风骑士果然名不虚传。娘，我已经成为超凡，等我来救你。我娘这十年来受的苦，我要你千倍万倍的还回来，这可是你自找的，拿命来。是你我看到了一个蓝色的晶球，那个晶球的样子和他长得一模一样。那要这么说的话，星火宫和魔族也有关系啊。所以我的不情之请是想请求您现在帮我加入星火宫。东伯雪鹰，没想到他的修为居然在我之上。当初他跟我打的时候就是个毛头小子，我完全没把他放在眼里，早知道当初我就应该把他打残。我之所以给你这个机会，正是因为你孝顺、勇敢、执着，但同时也让你明白，进入百战秘室不是那么容易，比你想象的要更难。